陀佛。我们也看到啊，其实一等 MC 平方最重要的男主角爱因斯坦啊，我们如何呢在这个区块里面，当然我们透过这个课本课诵本里面啊这几个字啊，这个文字般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这个爱因斯坦这位我们能量呢从这个相对论，这个从相对论当中，我们如何从微观跟宏观呢？但是，一般在微观真的很不容易找得到相对论当中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微观的世界，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这边叫做南无法界啊，南无就是一种尊重啊。比如说我们说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阿爸父，就是说尊贵的阿弥陀佛。啊，就是那个南无，就是一种非常严谨圆满的回到自身那种至诚恳切的恭敬的心了哈。法界常胜阿弥陀佛，宇宙当中其实它就是粒子奔波。假设我们更深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宇宙的原因呢，其实它的声音真的就是一个，假设你要强烈用 home 或者是 om 或者是其实它就是在非常遥远的声音，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阿也是代表宇宙当中所存在的弥，也就是无穷无尽啊，不断的往外扩散。我们现在都会用虚空嘛，对不对？虚空的无限大啊，我用无尽虚空的无限大。陀呢，其实就是你看耳朵，就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回到我们是人，十法界当中身为人最珍贵，所以这个佛是觉醒啊，所以我们就是以至诚恳切恭敬殷重的心找回心佛众生合一者啊。所以他说我们为什么这个能量呢，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万事看到世间它真的就是一个幻象啊，可是我们了解到所有觉醒的啊，所有的觉醒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慈悲。其实尤其是身为更深入在这个宇宙的真理这个相对论当中更深入去看到这个佛法，就是觉知的方法，我们真的会感受到无量光无量寿，也就是我们特别推荐告诉我们阿弥陀经的这个导师叫做乔达摩悉达多太子。我们也从这个业道罪当中啊，甚至业道当中讲的最清楚的《梵王经》，我们只要去受菩萨戒，我们都会听到这本这么殊胜的清净梵恨的网络，因为这一本就是真正的在告诉我们现在 AI 的时代，因为我们如何清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呢回到世界最尊贵的就自身了。所以呢，常住在世，意思就是说亘古不变的真理它是从来不会离开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小宇宙，因为这个相对论里面当中的广义的跟绝对的，就是在内在当中其实是一不是二的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是回到我们这个当下，我们如何慈悲的念念守护的这一份的念头，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生啊，或者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就像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譬喻啊，就是我们现在大肠里面这个肠子大概平均我们假设用七等份的话，平均一个都170到180公分。那我们分七等份的话，你大概用180去乘以七，大概里面有多长呢？再加上因为我们这个肠子呢弯弯曲曲，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相对论的绝对当中的人体大脏经，它其实在里面就像一个第二个大脑一样，重重无尽，所以它也算是我们的十二道光当中最重要的迷走神经。所以我们身为白敬诚就是三宝弟子呢，我们会常常会了解到这个其实有副肠里面都是无始生始来的，所以我们这七个它其实这个七也是一种表法，代表生生不息
啊，生生不息。也更深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生，只要我们将这个过去所害怕、恐惧的副场，我们揭开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一一的去寻找。比如说这个肠子，我们假设在更清楚的找的话，我们去找回十五岁的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呢，不管是阿公、阿嬷，甚至姐姐、妹妹。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邻居啊，甚至我们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即使假设在十五岁之前，我们有这一些不愉快的，还是愉快的，其实它都会影响到我们更前，就是在这个怀孕这个阶段。那这个怀孕的当中，我们还要再用心去看你入胎。啊，入胎这一刻，我曾经提过，也处理过一个真的那个母亲，就是在台中很有名的这个东海碉堡这边，因为她比较特别，比较叛逆，因为父母亲啊很优秀，可是因为跟这个宗教的观道有相关，所以她也是喜欢去夜店，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他国中的时候就遭受到了这个什么被强暴、强奸，所以就生下了这个小孩子。所以他这小孩子呢，非常非常的懂事。可是他只要看到他这小孩子，因为他的那个阴道口当中，就是被强暴之后又被这个闹得很大，又用那个什么酒瓶。酒瓶在东海碉堡那边呢，用那个这个冲天炮，你看他没有过世哦，就冲天炮在酒瓶这样子放到他的阴道这样子，而这样子的小孩子居然还能够顺利生下来，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奇迹哦。其实我们在用心看，其实他后来他也有看到这个小孩子，比如说他也知道呢，这个小孩子呢本身就是跟他就是被强奸的这个。父亲，所以他看到这小孩子就恨，甚至真的那一种极其的侮辱，我们根本身为母亲父母亲的都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后来我看到他的痛苦，就是因为他几乎都包着尿布嘛，为什么？因为他会再怎么去缝合都没有用，他只要一紧张，那个所有的尿道就出来了，所以他产生这么大的悲惨。其实后来他慢慢在深入之后，他有看到他自己跟在父母亲入胎的这一刻，他也看到他伤害的就是他的父亲。他在往前找，他去找的过程当中，后来因为他用功，他相信大悲咒会救他，那时候见面的时候认识我，我刚好比较积极的就是在推广大慈大悲的这个大悲咒啊。因为这个大悲咒也是一个，因为我突然间吃的豆花，也就好像会背下来了，所以我就平均每天都念550次。那后来我也看到他的生命呢，真的也创造了十相世界，因为他用功去念这个大悲咒，真的会看到自己过去生的这些种种。后来呢，我就鼓励他，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副场，因为他已经长出来了，就活在当下。当然，后来跟这个小孩子结缘世界。那更重要就是跟他父母亲的这一关也结缘世界了，因为他后来也很用功修行。我说过神通他只是附加的，都没有跟修行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只要你活在当下，当下怎么活下来呢？当下就是一份忏悔跟感恩，就这样子而已，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法界长生，我们过去生，这些无始劫来的生死，所以我们这一世，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是在这个南瞻部洲都在造业造罪，所以呢，不管你现在做的每件事情，自己做的，或者是，看到别人教导你做的，还是甚至你看到别人所发生的种种呢，其实我们如何真正的透过一个，明白，明白之后才不会掉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五五间地狱，那这些地狱其实你在平常生病就可以看到了，甚至就是在更深层的地方看到自己精神的折磨，这个就像在无间地狱里面了，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尤其你看现在忧郁症、躁郁症，尤其现在所有新的世界的文明病，就是现在哦，就是精神失觉官能、失觉失调、精神官能、精神更严重的分裂，
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当中，因为这个七个，所以我们就将这个肠子我们就叫做七个婴儿。我们如何让自己随时透过这个七个 baby 他们的其实命运，你只要活在当下，不要再往前去推的时候，你当下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创造实相世界，就是一个真正的当下的奇迹了。所以生命的奇迹是无量光无量寿，生命的喜乐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我们会一句阿弥陀佛，这么简单的就能够唤醒，这是如此的殊胜，也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创造实相最重要的一个文字般若，甚至已经是成就的能量了啊。所以我们只要你有这份愿心，其实我们凡事不管呢对方的过错，我们总是会让自己呢活在一个当下，就是忏悔跟感恩而已。所以你不见世间过的话，其实你的生命是非常璀璨的。七个 baby 七个婴儿都随时是重新从这个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过啊。所以我们也期盼呢能够用阿弥陀佛，让我们真正的就回向我们的大头宝镜白镜宝宝如此的清净。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创造每个当下的一个什么致敬奇迹了。所以我们也期盼呢透过今天呢简单的从这个断例子当中，并不是去恐惧害怕，而是要去真正的去看待它，看到。所以为什么佛告诉我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说没有缘，甚至你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个实践的菩萨果位者，你怎么去讲？你要讲这一世，那这一世上面还有啊，对不对？还有上一世，那上一世还有啊，还有在上一世，那上一世还有啊，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去探究，你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是在找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再继续找爸爸妈妈，这样子呢，重重无尽的轮回。不需要再去找了，你就回到呢七个 baby， 每个都是当下，每个当下就是什么？他的生命呢，虽然是肚子饿了就哭，但是你可以肚子饿了去创造实相。像现在他的饥饿素，所有的食物根本就没有办法吃的，但是你假设用70%的凡事感恩的心，那30%呢？就像我们现在呢，在做这个施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当下，我们只要呢活在无量光无量寿，就回去了。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七粒米呢，也期盼呢让你们去享受阿弥陀佛48大愿一时自至啊。我们也将来这48大愿一时自至啊，有办法去翻吗？对，48大愿当中，我们看到37愿一时自至，对，就是说你们要什么都有的。所以我们刚刚呢，也希望您看到了啊，其实这个都是。在无始劫来当中我们找不到的，就是这一世盘古开天辟地，就最后这一世，因为我们真的有肉体，对不对？你看我现在在讲话，你们没有嘛？是你只要跟着无量光无量寿，你们吃饱了，对不对？我们线上所有的这些冤亲债主菩萨以及长水众，因为时空是统一的，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在这一刻，你们就跟着我们的生命源头阿爸父回到无量光无量寿，也祝福你们。我们也将此功德来做一个最圆满的回向啊，回向给我们线上的美玲跟白净宝宝，还有我们的少云法师，还有我们的全影合家啊，就是美玲、白净宝宝合家、少云法师合家。我们所谓的合家都是包背后的万姓万灵十法界众生全影合家，还有静美合家，还有静明合家，还有我们的一起合家。还有我们的景祥静武合家，还有高贵就是广清法师合家，还有美慧淑芬合家嘛哈，还有申请礼合家、圣女玉光合家，还有我们的静柔合家，还有我们的信学合家，还有慧华合家，还有医院跟未来白金宝宝合家甚至我们的静觉正汉中汉还有敬拜合家、圣周合家，还有我们的这个正黄圣教父亲合家，还有我们的美月合家，还有我们的高慧月静觉合家，还有我们的陈国玉梅圣南白净宝宝合家，还有我们大师合家，还有圣慧合家，还有小圣凤和圣山合家，
还有圣凤和家，还有我们的一光和家，还有运德和家，还有我们的广弘法广成法师和家，广弘法师和家，还有我们的广利法师和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广华法师和家，还有三坛大街当中七宗弟子完全教导阿弥陀佛，还有广成法师和家，还有那邱博士、永动人，所有背后相关的所有的大能量，以及我们这个山哥他们合家甚至我们的蔡正文合家，以及所有的土地老神、所有的苗家神、河神、树神，所有的温泉的菩萨们，以及我们的这个那算是真贤法师所带领的明天来到佛寺的背后的这些伪宗子。我相信我们放下所有的互相的这个伤害的这样子遮来遮去背后的这一些挑衅还有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过去当中的法界众生以及未来佛，我们感恩我们有这个肉体，所以跟着阿弥陀佛，跟着无量光无量寿，我们将以上所有的功德我们大回向，我们以至诚恳切之心回归南无西方极乐世界，不再演出在我们当下的唱礼跟感恩，同声开口回向敬，愿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具足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厌见相须相处，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现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我们活在当下多好！你们这样子呢？从出生到现在，还有过去几百年了、几千年了、几万年了、几亿年了，多苦啊！你找不到的。佛说这是无智无明的三大二生奇劫。我们为什么不活在当下呢？当下是如此的创造的灿烂跟光辉，这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这就是阿父给予我们的本生命具足的。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所以我们将以上所有的清净的功德，只要我们明白了，我们以清净的心随时都能够站在什么镜像神经元高度的同理心，其实这就是管好自己。我们不断的，我们的心念都心心念念的为着他人，服务他人，无私他人，其实这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所投射所回报的，就在内在的一个什么越来越清净了。就只有口中圆满自身才能够更加的清净，这是我们的相遇要明白的，要深入的，要实践的。我们至真至诚学习普贤王、普贤菩萨真正的东方生生不息，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皆是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与愚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星矢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系之光的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正感恩无限的感恩，地址是众愿持念愿粉身碎骨暂时不息，化身遍法虚空，神爱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贵三宝，我们自身的老下垂体、生活体、白净室的这颗摩尼宝珠，我们呼求宝父原谅赦免我们在南瞻部洲造业起心动念的罪，相对的，我们怎么不愿意赦免我们无始劫来当中的造着更大的这些罪过呢？只有创造实相，更感恩就是相信佛法神没有离开你的当下，只有真正的宽恕，只有真正的反省，只有真正的感恩，就能够创造每个当下真正的回到自身，再由清净的宝宝回到我们成熟的自身。我们以至真至诚回归三宝，起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皈依佛，两者真；皈依法，第一真；皈依身，种种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
归身，离开出生盘身的，归佛境，归法境，归神境，归佛，归法，归身，归佛，两足真，归法，离真，归身，众众真，归佛，离开地狱道，归法，离开鬼道，归身，离开出生盘身的，归佛境，归法境，归神境，归佛，归法，归身，归佛，两足真，归法，离真，归身，众众真，归佛，离开地狱道，归法，离开鬼道，归身，离开出生盘身的。归佛境，归法境，归身境，一切归白净。当下创造实相，当下圆满。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圆满具足。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能生每个当下，创造实相，回归无量光、无量寿的妙法。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圆满每个当下，清净喜乐，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到自身，我成为道道地地的圆满的真主人。放光圆满今日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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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阿弥陀佛。